因为骑车让我去过很多国家，看到更广的世界。当我将自己定义成运动员，训练不是选项，而是达成目标必经之路。选手养成不易，除了训练，生活起居及饮食都需要特别留意，因为任何食物进到身体，都将转换成热量及能量。追求高强度的训练，除了需避免运动伤害，同时也要能有效地快速恢复，才能应付每一次的训练。选手时期透过每次训练后的收操、按摩、营养补充、睡前伸展，让身体保持在最好的状态。我推崇健康饮食，帮身体做环保。一开始的选择久了会变习惯，习惯能成就未来。身体健康无病痛，人自然就愉悦，而舒适还能让整个大环境变更好。蛋白质的来源有很多，对于主张健康饮食的我来说，成分单纯、方便多变化的维他固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跟我一样追求健康饮食，及时、方便、顺口的维他固谷豆蛋白绝对是不二首选。让我们一起动吃动吃，用健康活力迎接充满挑战的每一天吧。